看看萱萱有多喜欢葱。你人生中有没有面临很难选择的时候？会有。比如说甜味葱油饼还有咸味葱油饼。真的我觉得都很好吃，我没办法选。没办法选。我葱香月饼。哦哦哦，喜欢葱。让我来看一个真正的水煮肉片教室。哎，我其实该问一下我爸，就是我学再打入一勺酱，加入一小勺的土豆片。所以以后有一款香水推出了葱香系列，我们第一个。上海四季小葱，我们竟然没有葱。哦，还有我的葱，真厉害！很遗憾，那是蒜。很遗憾，这不是葱吗？蒜苗，这竟不是葱，我相信的。香蒜。下一个让我来做好吧。这个味道淡了。第二个。OK。我来试一下做葱油饼的感觉。火大点点。火大一点。是吗？大一点啊。大。我来一次。久违的葱油饼。面皮真的好好吃，要死啊！光鲜亮，太香了！我的妈呀！因为北方的葱是甜的，南方如果说南方的葱是用来调味的话呢，北方的葱应该就是零食吧。这个就特别幼稚。